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國黃埔花園十二期分行阿 Cat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嚟到咧就係紅磡嘅一個大型嘅私人住宅屋苑海逸豪苑啦。咁海逸豪苑咧一共有4740伙啦。咁啊，主要咧都係以一個歐陸建築風格設計嘅。咁我而家企喺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其中一個特色內園威利斯廣場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係呢度嘅樓上啦。我哋上到嚟呢個單位咧，就係12A座嘅 Girl 單位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建築面積係735尺，實用面積590尺嘅兩房單位，就望翻呢個威利斯廣場嘅。咁我哋咧而家參觀下呢個單位先。好啦，大家参观完呢个单位，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又或者想了解多啲海逸豪苑其他单位嘅资料，都可以随时同我联络噶。我系李家國黄埔花园十二期分行阿 Cat， 我嘅电话系96817447，多谢大家收睇。